What's up, everyone? This is Rita, aka Fan 老师, your accent coach and Chinese teacher. I don't know how long you folks have been learning Mandarin Chinese so far, but do you remember what you could do with your Chinese after 18 months? Today, I'm interviewing a Chinese learner who's only been learning Chinese for a year and a half, and he will wow you. At least, I was shocked when I first heard him speaking Chinese on Bilibili like 6 months ago. And I've seen a lot of Mandarin learners. This British med student, Will Hart, shared his Mandarin learning process,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students that I've met and taught. Plus, we talk about the difference in his experiences learning Mandarin for a year and a half and Spanish for 5 years. Can't wait to share his story with you all. But make sure you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first and hit the little bell so you don't miss out any Mandarin learning tips that you won't find anywhere else. 订阅了吗? Let's go! Will, 你好！哇，这很高兴见到你。我那个之前专门去你的哔哩哔哩上看了一下，就发现哇，这说的确实不错，我这必须得好好聊一聊。感激，就是非常感激给我这样的机会，我真的非常高兴跟认识大家，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学习中文的经历。我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大学生，然后我学的是医学，然后我中文学了大概一年半，所以还是在学吧。一年半，其实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真的不算很长，但是听你说的这个水平还是非常高的，就是听起来非常自然。也可以介绍一下你怎么开始学中文的，你这个学中文的过程是什么样的。行，所以去年的时候不是有封锁嘛，就是发生了疫情，然后当时我有点无聊，就是我不用参加我们英国的那个相当于高考嘛，就是 A-levels，就类似于高考的一个概念。然后我当时没什么事儿干，然后每天只好在家里边待着，然后就是很想学一门外语，因为其实我有一些就是失败的经历嘛，就是我学西班牙语学五年了，然后到现在还连一句话都会说。你就是中学花了五年时间学西班牙语是吗？对对对，就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方法嘛，就是应试教育基本上是。对，然后当时我就是无聊嘛，然后很想学一门外语，开始学中文了。当时我在同时学三门语言，其实我不建议任何人这么做，这个非常不好。那会儿呢，我就发现就是同时学三门语言有点太难了，然后时间不够，就是所以我就决定我最喜欢的语言还是中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就认真的开始学中文了。为什么中文是你最喜欢的语言？这个这么说吧，就是我就是觉得有挑战性，然后挺特别的，就是其他的语言可能没有声调吧，或者是至少我接触过的语言没有声调，或者是没有汉字这样的概念，所以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当时我正好有一个华裔朋友，所以他当时可以就是花很多时间在我的身上，就是帮我练口语。对对对，我非常感激他的。如果他在看这个视频的话，Ryan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棒！你那几个月是怎么学的？刚开始的时候，我用了一个软件叫多邻国。其实我不太建议别人用这个，因为都是机器人嘛的那个声音，所以那个如果你想，当时我的英音特别重，就是当我说中文的时候，大家一听他们就知道我是外国人，所以这个真不太好。对，我觉得发音上面可能有点烂嘛。但是为了写一些就是比较简单的表达，我觉得挺好用的。然后后来我就是跟朋友们聊天，跟那个华裔朋友聊天，然后叫了一些其他的朋友通过一个软件叫做 Tandem， 就是一个语言交换的软件，是一个 language exchange 的一个软件，所以我觉得挺有用的。然后认识了那些人之后，就是可能每天说半个小时英文半个小时中文。然后同时呢，我用了一个软件叫 Anki， 就是根据记忆曲线这个理论，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效，就是如果你想背一些新的东西的话，这个很有用。然后每天可能添加就是几张卡片，然后那个卡片上可能是一个填空题嘛，就是在句子语境中学的词汇。对，然后我当时也多自言自语，我父母真的他们快受不了了，他们挺开心，我觉得回学校了，每天都跟每天就是一天到晚一直在说中文，他们可能觉得有点烦。
可能主要也是听不懂，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对对，他们完全听不懂。但是其实挺搞笑的，就是后来我妈学了几句话，就是因为她一直听我说中文嘛，所以她自然学会了，就比如说就爸爸妈妈，然后就是那种比较简单的表达嘛，她都知道的。这个也是被动的输入了很多。对对对，被动的输入太多了，就是但是我估计她的发音可能没那么准，就是因为当时我的发音不怎么样。但反正至少这几个月你是一直在连续学习的是吧？你每天大概会花多长时间学中文啊？其实我没有通过什么系统的方法来学中文，但是我觉得 Anki 可能算是有点像一个系统学习的方法，那可能是每天一两个小时吧，然后练口语的时间可能是比较多，就是一个小时跟那个华裔朋友聊天全是中文，但是当时可能是比较简单的吧，就是可能是什么哦，你今天吃了什么，或者是你今天干了什么，然后我就回答他的问题，或者是他会教我一些新的词汇，一些就是俚语什么的，然后如果我在国内的那些朋友有空的话，我也可能会跟他们聊，就是半个小时英文，半个小时中文，对，所以一共可能是每天四个小时左右。我估计是这样，然后偶尔也看一些电视剧，但是当时我听力不太好，所以看电视剧可能有点困难。对，就是每天四个小时，然后连续四个月。对对，然后来了曼城之后，可能每天因为就是学习压力挺大的嘛，然后就是学习任务有点多。医学院肯定的，太难了。对啊，那会儿呢，我可能是每天一两个小时，然后。后来我就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就是在曼城嘛，然后偶尔跟他们出去玩。如果我们跟外国朋友们一起玩的话，就是可能，我不应该这么说，我不是中国人。你可以，我们会把你当成中国人的，你说的这么好。如果有一些英国朋友、英国同学在的话，我们可能说英文。但是如果全是中国人的话，那就是一个机会，就是沉浸在中文的环境里，然后就是全说的是中文，对。你就是你在曼城已经交了很多中国朋友是吗？曼大，嗯，对，在曼大，对对，就是曼大。我听说曼大是欧洲就是中国人最多的学校，全欧洲嘛，全欧洲中国人最多了。对对对，据我所知是这样。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挺幸运的，就是太巧了。然后你还没有来过中国对吧？对对，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我希望之后我会有机会，就是现在的话我就这么多中国朋友，然后有的要回国，有的已经回国了，所以之后肯定会有一些机会就是去中国玩嘛。对，但是反正现在好像你也已经像是在中国，因为好像身边有这么多中国朋友。对对对，有的时候真的有那种感觉吧，就是跟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全说的是中文，然后对所以你学中文的过程基本上就是靠你的中国朋友。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对，然后另一个方法可能是靠电视剧吧，就是我的听力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我就发现我基本上什么都能听懂，然后就是可以，可能我当我在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成语或者是一些词汇，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然后就是可以在 Anki 上添加一些卡片，然后学一学。对，然后我朋友也挺好的，就是他们也会就是给我教一些新的词汇，但是有的时候并不是故意的，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嘛。嗯。I understand that now so many Mandarin learners can manage to dedicate so much time and effort to make a real daily learning / training plan for yourself. So I did for you. Join my Finding Your Mandarin Voice today and speak clear, authentic, and natural Mandarin Chinese in 3 months. The Chinese sound system is never only about tones or sounds of individual syllables, but there is so much stuff way beyond. Now let's go back to the video.就是我还是很好奇，就是你学习的这个顺序是什么？因为像你要用一个教材，用一个课本，或者在一个学校里上课，肯定就是从什么101开始。对对对。对，但是你对这样靠聊天的话，可能就是很随机的、很 random 的一些话题或者句子结构、词啊什么的。这个你觉得没问题吗？对，确实比较随意。我觉得还好吧，就是。可能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学什么，但是其实我觉得日常交流的话，就是你到了某一种程度之后，就是不管你想表达什么，你都可以就是说嘛，就是
就是所以还是有一些词汇大家都要学，对吧？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是100个最常用的就是动词或者是名词之类的，然后完了就是这个不管你通过电视剧学还是一本课本，我觉得你都会遇到这样的词。对，然后对，确实没有什么系统方法嘛，我就是确实因为一般会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这样学可能没有那么有效率，然后这个可能只能靠就是大量的这种交流输入输出，然后你自己肯定也要再花时间去复习模仿练习等等的，对，就会觉得可能没有那么有效率。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如果只是一年半然后说到你现在这个水平，其实我觉得可能真的比很多学了不知道3、4、5、6年甚至10年的人其实听起来都要好很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就是像说的那样吧，就是那些词汇你还是会遇到吧，就是不管你在看书还是看什么电视剧看课本你都会遇到。然后跟着兴趣走嘛，就比如说我对篮球感兴趣或者是我对打乒乓球感兴趣，那我就是跟我朋友们学一学那样的词汇，因为我知道我每周都会用得着。对，我觉得就是我并不是批评就是那个系统学习的方法，因为我觉得挺好的，但是怎么说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在课本上学的词汇你可能在日常交流当中完全用不着。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这样，我不是说大家都要通过我的学习方法来学中文，我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选择就是通过一个比较自然的学习方法的话，至少你知道你学的词汇都是跟着兴趣走的，然后你知道就是你可以用得着。我经常自言自语嘛，然后就比如说我可能进一个房间，然后我觉得哦，我能用中文就是形容这个房间嘛，然后我周围有什么东西，就比如说什么镜子呀、什么灯啊，就是外套之类的，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一个我不认识的词儿，我可能知道它的英文，我就甚至有的时候我连它的英文都不知道，这样的话我可以去搜索一下，然后学一学，或者是问一个中国朋友，对，是的。对，我感觉就是你会真的非常主动的极其主动的去使用这个语言，这个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对对对，而且就是说到这个的话，如果你经常自言自语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自然的开始做中文思维，然后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就是说我看个电视剧我一直在翻译成英文的话，这个不仅没有效，而且挺烦的，就是我只想看嘛，我只想享受那个电视剧，对吧？对，而且就是如果你能做中文思维的话，就是当你在交流的时候你就会说得更流利一些然后我发现就是帮我开始做中文思维的主要的方法还是自言自语，然后我知道就是马思睿其实提到过这个，就是他也是经常就是我也用过他的方法，就是就比如说你在街道上一个人走路的时候，就是拿出来你的手机，然后假装我在给我朋友打个电话，就是哇，你真的很认真的看了他的哦，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然后对他对我的帮助挺大的，就是给我很大的启发，对，好了，我会告诉他的可以可以可以，其实我不一定会假装我给我朋友打个电话，我可能就是在说我今天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今天对今天有什么想法，就是我今天要有什么学习的任务等等，但是至少周围的人都听不懂嘛，所以他们不知道我跟自己说话，他们以为我给我朋友打个电话。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有用，特别是以前如果大家每天要在路上花很多时间，其实对这些时间都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另一点就是利用碎片时间来学习中文。其实我在我的 B 站就是账号说到过这个，就比如说我每一天可能要花至少半个小时在路上，就是走过去上课嘛，或者是去超市等等。然后如果你可以利用那段时间的话，那就是你可以积累很多新的词汇，就是你可以利用那段时间就是练听力啊，或者是就是练口语都行。对对对，我以前就是挺喜欢听一些中文的播客就是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就是我刚刚说的那样，就是自言自语嘛。对，你有什么你比较喜欢的播客吗？
常常听的、对对对， 我以前就是挺喜欢听那个狗熊有话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对，是有几个我认识的学中文的学习者或者学生其实提到过那个、他是什么都会聊是吧？哦，是基本上是什么都会聊吧，对对，然后但是他可能是重点还是放在就是其实他的工作上面，或者是提高自己的效率，这样的方法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是那种就是特别喜欢就是自我提升的人，我一变就是变成我最好的自己，然后对，我觉得他的太励志了。对对对，所以啊，就是我可以说到另一点，就是如果你选择听某一个播客的话，就是跟着兴趣走会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还是会有动力的。就是如果你听一个特别无聊的播客的话，你可能每天就是在路上、还是算了吧，就是我今天就是对对对，这个兴趣肯定是最重要的，然后你得真的想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才行。对，你都不关心他说什么，那就是很容易放弃。你什么时候开始听中文播客的？因为像这种就是真的他是给母语者做的节目嘛、就是所以他不会考虑我要放慢速度，我要选简单的词什么的，就是你不会听的时候感觉有点太难吗？我可能是学了大概六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听这样的播客、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狗熊有话说，就是狗熊的话，他我觉得他可能是算是中文语速平均偏下一点，所以他其实说的没有那么快，所以我觉得对一个非母语者来说还好啊。但是我知道其他的播客他们讲的特别快，或者是就比如说有很多台湾播客嘛，然后你可能不太习惯就是台湾口音，然后觉得有点难啊。但是对我来说，那个狗熊有话说还好，但是他可能有的时候有用很多就是特别高级特别高端的词汇，然后听不太懂，但是至少我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回家之后就看一下。对，那个电视剧呢，你都有什么你看了以后觉得对你帮助很大的电视剧电视节目？可以，我真的是看我可以给大家推荐很多很好看的电视剧，我基本上都是看就是那种特别流行的，就比如说什么三十而已，或者是那个白夜追凶，然后就是秦明法医等等，就是对我挺喜欢悬疑的。所以但是如果你刚开始学中文的话然后你很想看一个电视剧，因为我知道就是其实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看不太懂就是很多电视剧，但是你还是想看，因为毕竟就是会让你有更多的动力，而且就是挺有趣的，对吧？那么我建议就是《家有儿女》，就是我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那个，就是虽然他们的北京口音可能有点重，然后有的时候听不太懂，但是挺好玩的。然后就是就算你听不太懂，或者是看不太懂那个字幕，你也可以猜到那个就是的剧情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那个剧情算是比较简单的，不太烧脑。对，还好。家有儿女就是我给一个学生就是帮他练北京口音用的材料。对对对对、我还记得就是可能是几个月前吧，就是我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都以为我的就是我在北京长大了，因为现在还是有一些北方的口音的特点感觉，但是就是比较标准，反正就是你整个发音可能还是更靠后一点，感觉在你的嘴里面更靠后一点。对，反正我个人的话就比较喜欢北方口音嘛，所以我可能模仿的人都是北方人所以你现在交的中国朋友就是哪儿的人都有？哪儿的人都有，对，但是因为毕竟是留学生嘛，所以可能是就是江苏山东就是河北比较多。对，那他们就是你现在听各个地方的口音也没什么问题，就大家说的也都还比较都是普通话， 对吧，比较标准。 对，就是留学生的话他们一般就是发音都非常标准嘛，所以我一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对但是偶尔可能会遇到一个人，就是他可能就是有就是南方的特点，或者是就是一个比较重的口音嘛，然后我还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但是我觉得还好，因为毕竟当我说英文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遇到一些印度朋友或者是就是各个地方的朋友，我还是需要就是那段时间适应才会完全听懂。我刚才感觉就是你学习的整个过程非常注重就是听和说，就当然你也会就是记下来词，反正我不知道你记下来词是只是把拼音记下来还是那个汉字也会记下来，就你汉字怎么样？
我汉字啊，这如果阅读了一下还好吧，就是阅读还行是吗？还行吧，对对，就是说可以读一些文章啊、读书啊之类的，然后也可以跟我的朋友们玩那个剧本杀。哦，那可以啊，那很高级啊。还行吧，就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书面语或者是成语不太懂，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外国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对吧？然后写汉字的话，其实不是很想承认，但是我不太会写。对对对，就是因为就是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我花所有的时间在听力和口语上，因为对我来说，中文就是一个交流的工具嘛。对对，然后就是连中国人都写的比较小，现在对吧？是，确实是。所以我还是要开始写汉字，我现在可能能够写大概100个汉字。对，那你觉得手写是吗？用手写，对。那你觉得手写汉字就是对你学习汉字帮助很大吗？我没法判断对我的帮助大不大，因为毕竟我是刚开始学手写的。但是我估计通过一个比较系统的方法，就是学就是那个偏旁，然后学笔画之类的，可能会有帮助吧，而且对阅读理解也会有帮助的。因为有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分不太清楚一些长得特别像的汉字，然后如果会手写的话，那就比较容易。对，那你是用什么 app 或者就是根据哪一个系统去练习汉字吗？还是就是你自己选的，你觉得比较常见到的？我是用字帖嘛，就是我的前女友她回国之前，她把字帖送给我了，因为她以前也是一个中文老师，所以她正好有那样的资源，所以我偶尔就会用它就是来练习一些汉字。哇，这个感觉是中国的孩子练习汉字的方法啊。是的，然后我发现字帖就是真的太难了，就是感觉有点像书法一样，就是确实特别好看，但是太难学了。对，它主要就是帮你写的好看，所以你要注意它这个字的结构啊，哪一个大一点，哪个小一点，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语法你是怎么学的？因为我听你说话，我感觉你语法也都非常标准，就我没有听到什么语法的问题。语法的话我基本上都是自然学的，就是我从来没有学过中文的那个就是我语序，就是我应该把动词放在哪儿，或者是就是名词放在哪儿。对，并不是这样，我就是自然学的，就是可能是听多的，然后就多听，然后多说，多跟朋友们交流，然后自然学的。但是我唯一学的部分可能是那个句子结构嘛，就是一些比较就是常用的，就比如说什么虽然但是因为所以就是等等。对，就是即使也等等，就是这样的东西我学过。对，然后我就是也是通过 Anki 来学，可能是有一些就是我说到的那种填空题嘛，就是有一个句子，然后可能里边就是没有一个虽然，然后我要记得哦，那我应该把虽然放在那儿，因为毕竟有一个但是，就是这，对，大概是这样。那你说 Anki 是 Anki 里面有很多这些例子是吗？没有，就是你自己放进去的，自己找到了一些例子，要么是就是在电视剧里边，要么是书，要么是就是也有一些专门学这样的东西的网站。其实我现在想不起来他们的名字，但是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发给你我用过的一些网站，然后可以放在那个简介上。是学语法的是吧？学语法的，对对 对, 对，然后他们会有很多例子，对，然后我就是把那些例子放在 Anki 卡片上。所以主要还是靠这种大量的输入，就是看很多很多的句子然后去练习。明白。对对对，就是大量的输入。然后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可能语法不怎么样吧，但是后来我就培养了一种语感嘛，然后就是当我在说的时候，我根本不会去想就是我应该就用什么句子结构啊，或者是我的语序是不是对的，我就直接说嘛，然后就是靠我的语感。对对，这个其实就是最自然的学习的方法，但是只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去花那个时间。因为我会告诉我所有的学生，你学这个词，比如说即使是那些 conjunction 那些连词，就是你不是说我知道哦，虽然 although 但是 but 学完了，不是这样的，就是你需要自己去更主动的去学。就是我会告诉你一些例子，我会告诉你它是放在句子什么地方，但是你自己得再去看，你再去多看，
你才能自己真的用出来。因为就是毕竟学一门外语的话还是一个制造回忆的过程吧。然后如果你只看到就是虽然但是 although but、虽然会帮你了解那个句子结构是什么样的，但是也不会你还是没有概念，你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它。因为毕竟英文里边完全没有 although but 这个概念。我从来没有说过一个句子就是 although 然后加一个 but， 就是从来没有说过。所以我觉得真通过一个大量输入的方法的话，不仅是比较自然，而且可能是比较有效吧。我觉得只是很多人不愿意花这个时间，但是其实是或者说是把语言当成知识来学，就是觉得哦，我知道它意思、嗯、就结束了。但其实那个只是第一步，你后面真的能不能用，其实是要靠很多自己这个主动的去使用。对，因为毕竟语言的话还是活着，它并不是数学，它并不是你学所有的规则然后你就会了。对，你不是就是哇我现在学会了所有的中文的那个语法的句子结构，那我肯定会说流利的一口中文，就是这个基本上不可能。因为你可能没有遇到过，你没有从来没有遇到过就是虽然但是或者是因为所有的那就是那些例子嘛，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用，你不知道它的用法。就是当你在学某一个词或者是某一个句子结构的时候，就是还是有两个部分对吧，就是有意思，就是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它的用法是什么。然后用法的话我觉得最好的学习方法还是那个你说的那个大量的输入。因为其实语言的本质就是形式和意义，就是你说的它的是什么结构，它的内容是什么，其实是这两个。 对， 对，然后你输入输出其实就是这两个的转换。对，但是你不是说你看了你知道它的内容就你就了解这个形式了，你自己真的在用的时候是你要表达这个内容的时候你选择什么形式，这个过程是需要很多练习才可以。 对， 对，就是像你现在你可以就是很快的把自己的想法用非常完美的中文表达出来，这个其实就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对对，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对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可能认为就是要学一门外语就是我每天五分钟多邻过就可以了，但是其实你学西班牙语有可能可以。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西班牙语真的不行。你如果用你花就是学中文的这个经验或者说这个整个这个系统去训练你自己的西班牙语，我觉得应该几个月应该也能说得挺好的。只是你想不想。嗯哦，我想但是其实我很想，但是问题是我现在没有会说西班牙语的朋友，而且就是我怕如果我花太多的时间在学西班牙语上我就会把中文给忘了。然后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惜，因为毕竟就是我只学了一年半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忘掉中文的可能性现在还是有点太大了。我需要我觉得对对啊，所以我还是不敢。而且就是其实我觉得中文和西班牙语就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就比如说西班牙语的话就是语法可能是比较难学嘛，我有点担心我不能通过一个比较自然的方法来学，我可能需要一个系统的方法。然后啊，对，就是可能有更多需要记忆的，就是另一种重复练习。对对对对对，但是也许学西班牙语的优点是就是有很多外来词汇嘛，有的词汇都是来自于英语，所以我一看某一个词儿我就知道它的意思了。我因为我现在在美国，然后我看一些西班牙语的比如说新闻标题啊或者一些什么材料，我又会觉得这个可能跟中国人看日语有点像，就是你大概好像能看到一些词，你大概可以理解他在说什么，但是就是肯定有很多细节你是没办法知道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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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我有的时候就是写一些就是比如说我在写一个论文的时候我可能需要找一些证据嘛，找一些学术论文，然后可能遇到一些西班牙语的，然后就是因为对他有点感兴趣嘛，就是想打开看一下看我能不能看懂，然后发现虽然就是都是专业术语但是跟英文非常像。对，有的时候真的能看懂。其实可能这种越高级的特别像医学哈，这种越高级的词可能越像，因为都是从拉丁文来的对吧。对对对，都是来自于拉丁语，然后对还有希腊语。
Like I said before, it doesn't really tell us anything when we say, I've learned the language for X years, because how much time we put in per day and how consistently we do it are what really matter. Will is a perfect living example of this. Of course, not everyone has so much time, like a whole summer, to invest in a self-created, immersive Mandarin learning program. But at least now you have an easy choice. Join my Finding Your Mandarin Voice training program and speak Mandarin like a native in 3 months. Anyway, in the next video, we'll dive into details of how he honed his tones and Chinese pronunciation and how he trained himself to think in Chinese directly when using the language. Remember, with Fan 老师, Chinese makes perfect sense.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